都是多重宇宙的概念。幸福塞浦路斯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平安的又绕了一圈，大概500公里。今天的时间是2016年的三月几号？今天是3月17号了哈，哇，好棒哦！又回到这个滨海大道了，就是拉拉卡，非常享受这样的阳光啊。那这有印象吗？这就是欧洲广场，前面就是码头，这就是整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海岸线，非常熟悉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边就非常的开心。还记得在5天前，在这边，然后还有一个遇到一个礼拜六的一个晚上啊。哇，人妖啊，看到啊！我们等一下会在这边坐车子抵达到机场。那今天的飞机是7:30坐阿酋航空，所以这边很优惠。哇，还是好棒！我们今天下午会在这边再稍微待一下，拉纳卡的广场，非常的 enjoy。现在背景音乐有没有听到？这是整个塞浦路斯文，他介绍他们的新闻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是滨海大道，这在雅典的 Eastern Avenue 的部分。前面是公车。其实这边随便停车应该没看到警察了，大家特别注意到安全就可以了。我们会绕一圈，然后再绕到那边的悠哉的过了这边。在前面的右手边有一个叫 Meeting Park， 应该也是我们在第1天的时候来到这边吃的午餐，也非常的好吃，像肯德基啊、麦当劳啊、TGI Friday 啊，而且这边买了一个Starbucks 的塞浦路斯的杯子，欧元9.35，也是非常有特色。今天现在的时间是刚好1点，我们大概是10:30，10:30从最东最整个塞浦路斯最西边的一个城市叫帕弗斯，现在来到整个帕弗斯的最开的2个小时，来到最右边的纳拉卡的城市，前面有点小塞车了。接下来我们稍微绕一圈整个拉拉卡的城市，吃的海边最漂亮的地方，我就让还车了。哎，还好有保险，不过这是有备无患了。有些人为了省钱啊，没有保险，那我觉得就很不好了。这边虽然租车最小的 Kia 的车1天20块钱，比机场便宜2块钱，但是方便。原本想要坐公车之旅，现在变成是坐开车之旅。结果呢，我们这全程都没有用到手机，没有用到网络，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太棒了。要完结篇喽，赶快再看一下，我们正式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喽，没机会来喽。2016年应该是没机会来了，所以我们稍微再绕一下，让你看一下这边的风景风光片。La la le!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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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! 这边是另外一端的地方的漂亮。这边可以散散步。散步是吧？本来这边散步放开心胸还不错的，尤其是访问听海应该很不错，很悠闲。因为我们第一天没有走到这边来，我们都只有那个 handicap first。来这边就很悠闲，不要赶时间。我们租车可以租到3点，所以现在时间还够，就是肚子饿了。早餐虽然在 Pufferst 的机场，不是在饭店，叫三湖湾度假
吃的还不错，但是已经过了六个小时了，中午了，有点 hungry 了。你要考看，想要吃一个猪肋排呢，沾个辣椒啊，好吃啊。TGI Friday 吧，先绕一圈，再看一下这边最漂亮的风光片。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拉纳卡喽。OK， 我们正式要离开喽，要往右边走喽。拜拜。Bueno.